滋味 ，Enjoy， 唤醒跨，杰出好料理。我是小琪，我是阿 K， 我是子杰。姐姐好，健康好，你好。好来，今天这吼，这我就会当啊，这我就太爱吃，这女生都喜欢的。嗯，你会当吃是会当煮，我会当吃，哎，反正会当吃尔啦。对对对对。来，安尼子杰老师，我们今天这个是，我们今天做鲜果的酥布蕾。哦耶！耶！那今天你来做一个甜点，鲜果酥布蕾，需要的材料：蛋黄、两杯牛奶。低筋面粉、细砂糖、糖粉、鲜奶油、薄荷、酸呀、奇异果，也搁有草莓以及红豆泥。这边我要麻烦琪姐帮我一个动作。快呀！来，当还要怎么办？蛋白打发，然后糖啊，我们的糖分两次加。好，安尼好。对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先把蛋黄跟牛奶做混合。啊，发要发到怎样？发到硬性发泡，它会变得跟那个蛋糕上面的那一层一样。面粉进来，面粉。对，好，来搅拌。而且两个牛奶。两个牛奶加了，甩个加面粉才变安尼啦。哎呦，这是蛋黄哟，蛋白哎。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水果有草莓跟加这个槟榔，大口的槟榔。没有，这个是奇异果。奇异果？对对对，奇异果的小朋友。哦，伊这种品种就是啥呢？哦，那了。对，它是奇异果。哎呦，真的呢。对。爸爸妈妈，你看。真正是奇异果呢，啊，这个八倍哇，按下去就可以吃了，捏下去它就会滑出来，听到吗？我不相信，我蛮不相信哦。哇，哎，啊，不过伊这皮有啦，不料幼稚应该会食的啊，可以试试看。哎啦，哎啦，这食的啦，这皮薄一些呢。台湾在地的芒果，哦，土山啊，土山啊。酸呀，安尼变成有花样的哈。哎，来，多这寡久啊？它慢慢打，就是第一阶段的发泡。好，然后我们啊，琪姐，你刚刚做完那两手的生啊？这个无看，其他在红梅机器吗？搅拌机。搅拌机啊。哎，好，把刚蛋白一点点打起来就这么多了。嗯，好，然后打到这样子。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，微微的倒，袂水落来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安尼就表示讲安尼有小可成型了，泡定啊啦。好，哎，这安尼就会吃甜吗？安尼就因为伊是软，爱熟，较好。把刚调好的面糊，先加一点点进来面糊里面。好，尽量用切的，不要去搅拌它。哦，用切的。用切的。哦，安尼，卖安尼拉，因为你若用拉嘿。会消泡，嗯，哦，泡会怎消失哩？对，来好了就，刚去出来嘛，现在再回来。嗯，啊，你遐都规个拢甲剁剁，我袂使，因为咱一盖落去，惊会消泡。哦，会失败，嘿。哦，所以吼，咱来分批，别急，不要急。这是小技巧。哦，小技巧，按照步骤来哦，用切的。对，好，然后锅子油，爱油好之后要油。一点点用抹的，嗯，用抹的哦。哦，像这样，像这样，油啊，你好。啊，伊个都来，我想讲个数一挂出来。这温度一开始不要太高啊，卖血块，嗯，不要太高哦。好，然后酱油接进来。哦，感觉好像不错哦。可以煎一撮，安尼了，等下降温。锅盖盖起来，看看，等待30秒。三十秒，好，稍等片，好，啊，这稍等片，那边冲啥呢？我们先来摆盘，哦，很重要的动作，因为这个酥布蕾啊，它很容易塌掉，哦，热热的，可能一两分钟，它的那个
外形就会变有看不到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抢速度。好，好。哎呦，然后这个跟他蛮头嘞。第一个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馅料放进来，里面放一个红豆馅，就放这类。哇，这当不能嘞。剩下的馅料把它盖上来，看不起。哇！哦，是个变过来煎的对了。面顶下骹熟了，即摆换咱下骹诶，面顶要有熟了哈。别管哇！盖起来，一样再等30秒。30秒。好，安尼这30秒料就使吐起来了。对，哇！要吐开了，哇！又是罪恶的一集呀！然后上面给它一点糖粉，呀！它现在边边还有一点点液态的，待会它的余温会把它焖熟。嗯哼，对。然后我们的薄荷叶进来，薄荷叶耶，完成。老师，这道菜叫做是鲜果舒芙蕾。哇！开心的时候用唱的哈，规矩用靠气质嘞，靠气质嘞。我看到这真正，哎呦，红灯呢！哎，我那个软软的泡面有够香的啦！吃完一定舒服嘞。这个好吃，没中低呢。哦，这个赞，够赞了。子杰老师，我们这道菜叫做是鲜果舒芙蕾。啊，你爸爸妈妈学起来袂？赶快学袂起来，我的脸书店馆都有啊哈。今天你的杰出好料理，谢谢子杰老师。谢谢，谢谢鑫哥。杰出好料理，我们下次见喽。拜拜。拜拜。